出去了。是的，没有看错，爱的舒华居然惊喜现身，综艺玩很大啦。文本你们好，我是舒华。哎，你平常直播不是这样的，你平常直播好像蛮活泼的。对啊。你现在是害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想说历练。哎，那你现在已经玩到现在已经两关了，你现在觉得在玩很大玩游戏有什么感觉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来玩很大感觉就是还蛮不错控制。不是，就我已经很不受控制，然后就还有更不受控制。哦，他这样子不是指我，是你啊，是我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关卡。对，我这边赢宪哥。那你知道宪哥的口头禅是我，或者是我的口头禅？你真是碎呀，碎呀，碎呀。超级接地气的舒华之后，还和旁边的女嘉宾一起跳了艾德的歌。哎，这个很厉害呀。刚那个啦，完整一点，完整。刚怎么乱叫？我想要跳吗？一二三，来。很像吗？有没有？很强哎，厉害，你真的会哎。已经太期待节目播出，舒华的台湾综艺初体验，必须支持一下。